this person. Yes. Get 225 votes. Oh! 225. Ella, Ella. Maybe share or you. Ella, Ella, Ell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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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ki. Ella. Number. Congratulations. Mommy number three. <音樂>你有没有试过有四与后五啊？丽姐，你好像没试过。你不是一就是二，二就是三。有，我有五过。你有五过吗？第二宫。然后那天是五月五号，所以我刚好第五名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记那么清楚吗？因为五月五号是我跟我先生的结婚纪念日。哦。所以我记得。Okay, so it's my turn. Yes, yes.这位姐姐呢，在第五次公演中获得了83个乘风值，排名第17名。恭喜蔡少芬成功拿到入场券！成功了。我们应该全部都可以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不要着急，我看完，看完紧张了，我的妈！好，该蔡少芬。现在就剩下佳妮，还剩下我和佳妮跟 Yuki。哎，你们肯定没问题。第五次公演中，这位姐姐拿到嘟嘟分。徐颖，你们偷看嘟嘟嘟嘟嘞。我能不能不说了？不行，还是得说。你还感谢姐姐的一路付出啊，请继续备战啊！要复活赛，啊？怎么会？你上次是多少？你上次不是十几吗？好像是啊。我应该普通话没有错的，你看一下。It's okay， 没关系。我没有关系啊。你的歌迷该幸福死了。有，他们就是想听你唱歌，就是想听看你多表演。真的。But we can see you on stage， 再有一次，再有一次 solo 的舞台。可是我不是舞台人。不要不想 ，UK 不要这样想，你把它做好。我不想。对。我不想要。你为什么不想要？你累了。你想要回家了是吗？我知道我很累。我觉得这一个，最后这个舞台，我觉得已经值得了。其实我本来有准备好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，不知道我今天唱完这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唱完这个歌的时候，然后再看到你们的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已经值得，你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对，我真的心满意足了。我觉得 Yuki 在这个舞台上成长是非常大的，最重要的成长不是光是唱跳。是他心里慢慢的打开，然后他慢慢的融入大家，他慢慢的会开玩笑，他越来越放松，在舞台上可以享受这个舞台和歌唱。如果他不再愿意回来，我觉得也无憾，因为他有进步，有变化。怎么了？你好，没事，你来。你们都看完了？看完了。你怎么样？情况？我们那边。就跟我想的很不太一样吗？你快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啊！就是跟我们当时理解的不太一样嘛，我就担心。哎呀，星星来了！哎，我来跟大家告别。好。啊？
好，一涵姐第十八名，恭喜你成功进入总决赛《乘风之夜》。耶 ，Good， 不用担心了，我没关系啊 ，Don't worry， I'm happy。谢欣姐姐在第五次公演中，你获得66个乘风值，排名21名。太好了，很遗憾，你要暂别乘风2023。感谢姐姐一路的付出，请继续备战乘风2023复活赛，期待乘风之夜与你再相遇。复活赛呢 ？No。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这五公每一个舞台，然后每一段旅程，而且我觉得我一点遗憾都没有，我能走到这里离开，我会特别特别的感恩和开心。嗯，我说了，我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为我开心。嗯，我非常开心。嗯，难道我也好好享受你的舞台了，但我不舍得，就是想你，就是会想你。欣欣，你把这个节目的舞蹈提升了，从这个 level 提升到，而且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次，你能知道你的嗓子是很有魅力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多去唱。好。Your voice is so beautiful, yeah.我本来现在非常非常难过，但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想，我觉得你其实，你有你的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，那个舞台非常非常需要你。在乘风的舞台上，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。谢欣从来不留遗憾，所以没有遗憾。我们叫点吃的来，你们先弄，我先去和隔壁老公他们告个别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来跟大家 say goodbye。你先表现特别好，我们尽力就好了，我们已经超越自己，这样就够了，真的。最大的收获当然是人呢，心怀感恩，然后带着从这里收获的能量。和收获的感情出发，做你自己想做的。你今天很漂亮的舞台，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无怨无悔。对，而且那么多姐姐都很爱你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憾，因为我们也努力过了。对，但还没有遗憾啊，因为我已经看到我想要看的舞台了，我自己的舞台我也呈现完了。你看，你还说我是不是没有魅力？你看，所有的姐姐都那么爱你。真的，你真的很棒。在另外一个领域，我觉得我魅力无边。你在这里也魅力无边，台上也无边。对啊，你在这边也魅力无边啊。